这个是排骨。萝卜干。喜欢的可以去拍炒面，还炒了一个面。
吃这些丸子啊，然后也有腊肉，太快了，太辣了，一定要炒一炒，很好吃。 这样子拌饭很好吃的哦。
小便内容喜欢的可以去拍，非常吉利。小米椒，这个是面粉做的，今天有38度，今天吃这个小炒肉，辣椒炒肉，
小店里有喜欢的可以去，快来尝一尝。